这个是为了煮面的那个水，等一下面我们来煮。你看那么多水，我们今天是四个人吃，有大概是有一个多 liter， 可能两个 liter 也都有的水，水开始开了 ，OK。水开的时候要放盐，大概也差不多一个多汤匙的面就差不多好了。我要再关掉，让它再煮，再开，让那个水再开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我们的水，水又开了，你们记得吗？我有放盐，水又开了。现在是要翻面的时间，需要注意一个事情，一般的话每一个面在这边显示那个时间，哎，比方说这个是12分钟，12分钟是什么时候开始算了？现在我丢面之后，丢面之后，你们看这边，我们要等基本上12分钟才可以拿出来。OK， 翻了之后就是让他们稍微动一动，但是不要太多了，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会弄坏。Again， 有一些人水里面也放一点点油，不要放橄榄油，因为太贵了。还是放一半的油就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有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面不要，就是怎么讲啊？粘在一起哦。好了 ，OK， 那就现在我们有点12分钟，我们的面就会好了。OK， 我们的面也要开始，你看水开了，他们在好好的煮。对，现在唯一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等那个面，你看也快好了。现在那个面也快好了，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点透明的，而且摸起来比较软一点。现在等一下，但是如果你切，你吃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个白色的东西，那个就有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可能还有，还需要2分钟，其实对。OK， 现在那个面已经煮好了，所以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在这边准备这个东西，打开那个冷的水。好了，后来把那个面全部就丢在里面。OK。后来我们有我们的 sauce， 有我们的面，我拿一点点 sauce 放在锅子里面，你看那个锅子那个火其实是很热的，那个 sauce， 这个时间就是我把你看半个面丢进去之后再放这个 sauce， 哎，啥味道不错呢，这个是好，你看留了一点点，为什么我留了一点点？因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把这个 sauce 全部丢进去，把这个小小的面放在这边，就是帮我把拿所有的里面的 sauce 拿了，后来又丢在。
所以你看，这个是我们的 Matriciana。我感谢你们看这个 video， 如果 video 喜欢，在 YouTube 放一个 like， 放我喜欢或者留言，我很喜欢看后来你们留言的那些事情啊，那个样子，有问题就不要，当然也不用说，就是直接问，我很开心回答。好了，感谢你们，感谢我的观众，感谢我的小孩子，感谢 Amy， 现在 Amy 走了，但是 No Amy 在那边，对 Amy 在这边，等一下他也有的分，没有关系了。感谢 Marcel 我们的 cameraman。